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，叫做五浊恶世的时代。这种五浊恶世，第一呢，就是烦恼浊气会很重，人与人之间呢、互相制造矛盾呐、人与人之间呢、互相制造烦恼，烦恼呢困扰了自己的心，无法认清了人生的正确方向，这都一切一切叫做烦恼浊。因为呢浊气重啊，就看不见前途方向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呢是见浊，见就是见解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啊，所以都每一个人都有我见，从我见开始而烦恼而无明啊，制造了很多的人我是非，制造了很多呢心灵意念，就会变成了呢这种损坏了大地，破坏大地了，那众生共同的业力呢已经造成了，这叫做众生浊。就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就是这样的时代，叫做劫浊，是时代的浊气啦，是劫啦。等时间长时间以来所累积下来的结果，就是会慢慢一直发生这种的灾祸啦，不断不断的发生，这是天灾人祸啦，在未来的我们现在的开始，这是佛陀时代呢他的预言。佛时代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现在，会有这样的世间形象，要怎么办呢？如何预防呢？没有办法预防，唯有净化人心，看到慈济人呐、用忏悔来提倡如是殊实，从我们呢心身心的环保，如数有应用啊，无师父已经哦是16岁开始啦，完全如数啦，一直到现在。但是呢，阿弟幼年的时阵就已经很怕动物肉啦。总而言之呢，真正的。从那样青少的时刻，为了虔诚祈求母亲的健康，就如数一直呢到现在。总而言之啦，受洗啦是好咱身心呢也环保而且健康。我早上有一群呢小菩萨，这么小，这一群小菩萨都是如数。师公上人好，我是陈品新一店的刘习坤，我要分享的是我劝数的过程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我跟他说12对地球不好，动物会痛，然后他听多次了以后他就不吃肉，只是他在家里他爸爸都会规定他吃肉，然后他在学校都会把肉丢掉，然后在家里就按照他爸爸吃。施工上了，我还会继续努力劝阻。总是嘛，健康呢不是从动物的，健康爱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爱的。
才是心灵健康，那有爱的才是呢我们社会的健康，社会健康，心灵健康，我们的身体怎么不健康呢？光靠的吃肉来取健康，那是暴力的，所以有暴力的因啊，就会有暴力的果。我们的社会，我们不希望社会有暴力啊，所以因为这样，儒术推术哈，用这样的方式，还有看到了70岁才开始做瓷器哦，77岁学电脑看电子书哦，啊我77岁哈，啊就去学电脑啊，学电脑老师是足，足用心的讲，我甲恁讲哦，恁伫遮吼角落遮是叫做吼看错键，啊我是讲吼。哦，我知啊，看错键哈，哦，刚好啊，所以说是这样子哈，我就学电脑，学电脑呢，我环保的做的是小孩子的课本啊，我都叫来哈，啊，就当做我的老师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就是哈，迄个唔捌这个合作音注音符号哈，啊，我就第一锤，吱吱，安尼读落去，自己学这个电脑。新华乡嘛，哦，新华乡，我是讲，这个又果是我上爱的吼，啊，来会当跟咱小学同款，啊，就一直讲，吼，翕上人讲的吼，啊，所以荧幕里面吼，啊，我都用迄个照相机，啊，一直甲翕，啊，翕转来吼，啊，我都逐工就是讲跟咱小学生同款，安尼甲做功课吼，啊，做甲真欢喜，啊嘛就。感恩上人啊，有这个心怀啊，我就是愈心愈欢喜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我上感恩上人啊，我是足用心，所以80岁的时啊，啊有承担协力组长，哎啊，这阵吼啊，伫我边啊，遮拢是我的家啊，嘛是吼、哦、啊，足感恩的。就感恩啊！我一挂环保都是有滴甲我斗做吼，所以我有今仔日安尼吼，做甲真欢喜吼。啊，所以感恩上人吼啊！生生世世都要对上人啊！我用心多用心，最后一口气，感恩。新华他还心得哦，写几本的笔记本哦，看看。现在是80岁的啦，年轻人哈、哦，向他看起，真正的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。既然我们要做梦啊，要游戏啊，为什么不人间菩萨游戏呢？为什么不梦在菩萨梦中呢？菩萨的梦啊，就是见佛闻法。而且呢，行菩萨道，自己说法，就是最后成佛道，这是一场梦。但是呢，梦得很美，所以同样人生如梦啊，那菩萨游戏人间啊，我们应该就是要做这样的梦，游戏这样的人间，就是菩萨人间。安尼大家人会了解无？非常的感恩哦，菩萨们的用心用爱，用各种的方式呢，看看啊，我们的那位年轻的菩萨，罕见疾病啊，他还是呢要投入，他还是要走，就是要这样的，不要浪费人间的时空哦。总而言之呢，爱的能量啊。付出呢，才是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意义，这生命的价值。期待我们的年轻的菩萨呢，你现在真的很需要人人呢来传哈、哦。所谓传，那有资深的还可以一直在带精神的能量呢，那都要紧个学落来哈、哦，因为实际。需要呢，现在一直在传下去，千
秋百事啊，都是哎不短不短团，做得到不？好，你们现在有的是在培训了哈，是啊，有的呢现在应该已经投入了啦。但愿大家的投入呢是坚定道行啊，那用心的体会真正的菩萨的精神力量。记得今天说的最重要，就人间游戏，游戏人间菩萨，菩萨游戏人间。那游戏人间不如用菩萨游戏哈，要做梦不如呢做一个菩萨美梦哈，成佛之梦。